主持有三七八十一，即系后悔唔跟阿 Jenny 姐买咗。上面啱啱第三场咯，二百几蚊 win 啊，三七八十一。呢场马得两只马赢过嘅，就系领航大帝同福满宝，即系十号、十一号赢过嘅。另外入过 Q 嘅寥寥可数得一只三号飞腾追，入过第四嘅咧就系想见你七号。咁啊，上次跑得好嘅咧就系十号、十一号、一号、六号。Jenny 姐要七号、一号，冇要三啊，七十一。好嘢啊，真系啊，好劲啊 ，Jenny 姐啲心水真系，好佩服啊，真系。佢唔睇赔率噶嘛，佢啊，边只靓边只好摆喺前边啊，好犀利嘅。睇先，十一号仔就系呢只福满宝巴道，巴道正话赢咗啊！今日有动态真系。三号飞腾追只马就系莫雷拉嘅弃骑，唔系弃骑去法庭赛。呢只马入过 Q 啊，入跑过四次，两个 Q， 一个第四，一个系落地咁样。三号仔六次赛即有三个第二，两个第四，咁一个第九，我拣呢只啫。三号、十一号我要。十一号、三号定三号、十一号啦？三号、十一号啦。十号领航大帝其实几好嘅，即系上次周俊乐七倍赢咗，而家去咗骑师好咗。即系起码取胜率较高啦，五号俾田泰安，五号档位竟然冷咗，都点解咧？即系领航大帝上次七倍赢马咁啊，而家十二倍咁，系咪即系机会次咗咧？系咪团队知道咧？所以我拣呢个三号、十一号啦，睇下有冇啦。三号、十一号啦。啊！等下想见你先嗱，咁啊，今日咧就加咗个七号仔想见你呢只潘顿呢只马都几好嘅红格，即想见你咧就未上过位置嘅最叻第四，买下马先。最好有啲马够速度啦，前面拉开个马群咧，咁就容易有流放。十二倍 ，Jenny 姐要七号、一号、八号、十一号要热门啊！佢要今次。潘顿啊，要七号，要齐天大圣，齐天大圣咩？入个位置啊！呢个上次成绩好，上次跑第三啊，齐天大圣呢场又有机会爆冷，或者即系只马都有，即系梗系有啲好有优点啊，有啲嘢劣，有啲唔系几好嘅因素喺度。领航大帝就冷咗，即系赢完之后冷咗。其实都系几好嘅只马，档位又好，五档领航大帝。福满宝咧，今次就上次吴显东三十一倍跑第三，而家就系热咗。三号急啊，真系。啲评述员话佢急啊，真系一十一号仔福满宝入咗，一八号仔埋行紧埋去，系只三号仔啊，真系三号十一号我拣，三号都几好啊，入得唔错啊，格仔就噶，入咗闸噶啦，新胜马领航大帝中华叻叻。剩翻一对明骏复星想见你，交俾闸前。想见你，最后入闸系明骏复星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四场赛事四番千二嘅短途大热系七。准备好啦，黄骑放低咗，想见你啊，骑师啊离开咗啦。想见你啊，大热门嚟噶呢只。
咁啊睇下点样处理先啦。呢匹系大热门马，哎呀，几只马褪咗出嚟，只七号仔潘顿只马唔知做乜咧，俾兽医睇下。大热门嚟喎呢只，而家十一号仔就六格，我要三号十一号。十号越嚟越冷添，其实十号啲速度啊咁都几好嘅，真系近绩比较好嘅咧，就系十号、十一号。咁我嗰只明津福星啊，褪咗出嚟，十一福满宝四班千二七大热，准备好啦！一起步嘅时候，中华叻叻咧就慢咗噶。咁啊，前面快噶嘛啦，见到外面砰砰声飞腾追啦。第三位齐天大圣内栏，第四名进福星啊，南山第五位系想见你嚟噶。咁啊，仲喺外边，哎呀，有啲抢口嘅啫嘛。外边位置骆家福啦，连带马上望啊抢口啦。内栏浅南山冇乜嘢喎，嗰只领航大帝啊，尾四黄衫中档系福满宝啊，都好抢啊，压埋埋边尾三咧，紫色眼就起步都俾佢压压啦。再见到外边位置钢铁福星包咗落尾，中华叻叻嚟噶。好啦，去到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砰砰声咧就放。跟住第二位就飞腾追啊，咁第三位齐天大圣啊黄衫啦，内栏第四名进福星，第五位蓝衫咧，咁啊有呢只想见你啦，内栏浅蓝衫领航大帝啊，骆家福黑色鼻箍喺外边啊，尾五咧就黄衫黄帽咧就有呢只咧，咁啊再后啲嘅马匹咧先见到就系呢只起步啊，中档位置就福满宝嗰啲马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透出嘅马飞腾追赶过咗埋边嗰匹咧就砰砰声啊，再见到外边追上嚟嘅马有齐天大圣啦，入边位置仲有明进福星啦，出边系想见你，外面咗福满宝啊，接近终点啦，咁啊飞腾出去占先，埋边一路打跟上嚟，有名进福星，咁啊第三名想见你，第四名嘅马咧，三号仔又赢咗啦，我今日中咗两个谐音喎。飞腾追三号，十一号唔见咗，十一号跑第四、第五，黄色三。第十一号喺呢度。三号，飞腾追。十一倍啊，几好啊！三号、十一号，只十一号喺后边，唉，好有计谋啊！即系我觉得呢个谐音啊。咁啊！呢只格仔就嗰啲只咧，就一出嚟就已经快闸。咁啊，砰砰声，以前都快闸嘅，不嬲都快闸嘅，跑一千几好嘅佢。但系咁呢一场系唔够强力嘅，啲跑千二唔够嘅。咁呢个试因编得出嚟嘅十一倍赢咗嘅，呢只飞腾追住只砰砰声。咁啊，只十一号咧就翻嚟。穿唔到嘅，我买咗呢只，我买咗三号十一号。咁啊，睇下后边啲站马点样争呢个二三名啦。三号真系跑得几好啊，真系。转弯第二碟，第二位出咗嚟之后，即刻斜斜地走翻入去。阿飞腾追喺度呢度啦，莫雷拉奇都几次都唔得，俾士恩搞掂咗佢，真系。有得斗添啊，有后劲添啊，真系啦，推咗几下过晒啦。咁啊，一号仔喺呢度，七号仔潘顿后啲啦，三号、七号、一一三。咪仲多个 win。我如果唔赌咧，即系而家离场咧，我赢咗啊！今日，但系好枯燥嘅生活啊。